这个穿好以后啊，我们把橡筋拉过来一点啊，拉足够长以后啊，这里注意，这里是也是从下往上穿的，因为这边是这样也带动它啊。穿上了以后，这里好，我们这里从这里穿过来，这个用手按住，然后压这里，这样，把这个刀抬起来，橡筋送过来，好，我们把第一次拉这里，从这边，对，拉这里啊，把第一次剪掉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属于我们的那个橡筋需要的长度，大臂现在要600，原地确定，现在是600。设好长度以后，我们选择花样，先按下准备键，让它变成蓝色，然后点这里。空白处，然后选到我们需要的一个花样啊，点一下，然后按回车键，回车键，按准备键，确认，180，这里把这里。一般我们默认是二的我们默认是二的，我们调到二，行了 ，OK， 现在变成那个夹线器在二左右 ，OK， 好，现在气已经关了。